紧张的时刻来了，我们要即将抽出下一个赛季 NCRP 升级卡的抽奖了哦。西元2022年5月15号下午3点12分，我们为大家抽出幸运者是谁哦，大家准备咯，一、二、三，几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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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9，台南世家好吃哎、欸，哇！恭喜台南世家。29是谁？29，对，台南世家好吃，恭喜你获胜，谢谢你参加我们的这次的交流会，也恭喜你哦，也恭喜你台南世家好吃获胜咯。